这里伸头探脑，要是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我等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，不得已背井离乡，原想跟随蜀神大人重整大业，可我看到他那手下仙风在吃，我枉糊涂啊，太可怕了，得逃出去才是。双头鼠乃我国中精锐，哼，明明是同僚，却还要自相残杀，躲在这里早晚饿死了，杀上去来个痛快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要害我被发现，快走。王之计无不得逞。
Thank you.